今日，今日离色宫害死这么多人，不铲除他们，后患无穷。我拿下！呀！呀！ 思风，不要！思风，别杀思风！思风，思风，你快说呀！你跟他们说。 公主做过什么都跟你无关，她是她，你是你，你没有害过人啊！思风，思风，你跟他们解释啊！思风，不要，思风，玄机，不要再执迷了，你看清楚点。 与司凤不仅是妖，还是害死你娘亲的金翅鸟妖。没错，当年娘亲带着你求医，在滇京国外遇见了失踪多年逃回来的号风女侠，却被金翅鸟妖追杀。你娘是怎么死的？你不是记起来了吗？我们与金翅鸟妖不共戴天。玄机，你相信我。 这当中肯定是有误会，我一定能把事情查清楚的。思风，难道你还要给这个臭丫头一个交代？行，你还不如让她来杀我好了。是你，原来你就是那个婆娘带的小丫头，早知道我一并杀了你。 什么？杀我娘的金翅鸟妖是你吗？司凤，你一直都知道是。我没有瞒你。 这当中肯定是有误会，玄机。司风，你应该早就知道会有这样的结果。原来你就是那个金翅鸟妖，今天我要为我娘报仇。来呀！ 玄机，不要，玄机。 师父，不要！师父，不要！玄机。
师父，你不要再杀人了。